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我 HNN 的 Yan Yan 啦。今天想介绍一些好东西给大家的，就是呢我手上这些指甲啦。其实它是一些假的甲片来的，就这样撕了它就黐下去的。所以有兴趣的话呢就继续看啦，去片。这个呢就是我想介绍的指甲贴啦。那么它这样一盒有这样的样子啦。那我们先撕来看看先。它一盒呢里面有30粒的。咁呢叫30粒咧，因為佢入邊有啲係唔同 size 嘅啦，咁打開佢先，嚟，等等，拎開佢先，入邊好多粒嘅，你睇呢啲。咁咧佢就有一個又唔係 instruction 嘅，啊入邊仲有啲呢啲唔同款嘅夾貼啦。咁佢一包咁樣嘅東西嘅做咩嘅咧？就係有個砂紙俾你磨一下啲指甲啦。有個棒棒咧，就俾你拎掉走佢嘅時候，咁我等再 show 啦。跟住咧，仲有一個好似酒精紙咁嘅東西嘅，就我哋食啦。嗱，佢寫韓文嘅，所以我第一次見到佢嘅時候都係韓國見到嘅。咁話俾你聽，嗱，嗰個貼紙咧應該係向下嘅，就唔好向上，就係咁嘅啫。咁呢塊就係俾你抹下你個指甲面啦。將咁細細張嘅嘢嘅，其實就是酒精，應該係酒精嗰啲嚟嘅，就等你抹咗面頭嗰啲油啊，咁啊陣間黐上去嘅時候咧，就會黐得實啲嘅，黐得實啲 ，last 耐啲咁樣咯。咁沙啊把聲咁，嗱抹下佢，咁佢類似應該係唔係服酒精嗰啲叫咩啊？嗰啲。火洗甲水系啦，咁我啦抹乾淨指甲啦。啊嗱，咁咧我唔知你睇唔睇到啊？佢其實喺個底嗰度咧有個細細嘅 number 嘅，咁啊 number 呢個係零號，零號咧就最大塊嘅，係有個零字嘅，咁啊 fit 我手指公嘅，咁樣咯。咁佢好簡單嘅就係誒搣咗呢塊，佢有塊膠嘅東西。佢頭先咪話呢個釒釒向下嘅，所以釒釒向下啦。咁你搣咗呢塊膠。搣咗佢，跟住咧就咁咧，黐落去你个手指甲上面就得噶啦。完成，系咪好方便呢？咁我哋就去片黐晒佢咯。Keep a rattlesnake as a pet. Sell both your kidneys. 嗱，呢個咧就太細啦，唔知睇唔睇到？咁樣啊，遮唔曬隻指甲，咁所以要揀第二隻啦。呢個11號，揀只10號先。呢只就 fit 啦。黐好隻手噶啦，有幾快？我俾你睇下後邊啦，後邊就係咁嘅。咁黐完右手就黐左手啦。咁啊，平時我唔知你覺唔覺有冇發現啊？自己咧剪即係整油指甲油嘅時候咧，左手油得好靚嘅，右手就唔識油嘅。咁但係呢個完全就冇呢個問題啦，因為咧就咁黐落去就得噶啦。Hello， 我哋又翻嚟啦。咁咧，头先就啱啱 show 完我黐好啦。呢一个 clip 咧就系一个星期之后嘅样嘅。咁你睇下嗱，其实咧就完全唔会有 color chip 啦，即系唔会甩一块块，因为佢一块完整嘛。有少少嘢嘅就系嗱，见到呢度有少少白边啊，就系呢只咧
其實我不知道你覺不覺得顏色是有一點不同的，那這隻全隻是灰色，這隻其實是白色底，然後它油了一陣油上去的，那就有少少甩色，你看到有條白邊，那有條甩得了色的。那另外一手指公，這裡就咬起翹起了，看到有少少翹起了。那這個就是一個星期之後的樣子，其實都很 OK 啦。但其實呢，如果你很細心看，我的指甲開始生出來了，看到有少少罅了已經。那所以呢，我就覺得是時候呢就拆了它了，那還有順便show怎樣拆啦。那它就送一支，那樣它跟著一支木棒仔，那所以這支木棒仔就給你這樣呢，在這個位置攝進去啦，就因為它斜斜地的，然後就攝進去，然後就推這塊甲出來的。那我首先推這個剛才我甩色的部分給你看啦，那在這個地方一插進去就甩出來了。那它就會有甲面呢，就有少少膠會黏住的，即甲面這裡有少少膠，還有這個腳個頂頂都有少少膠黏住，那就撕了它，或者洗手洗得它就可以了，所以呢都挺方便的。所以這支棒呢我都會 keep 的，因為它一盒有30粒嘛，所以起碼at least可以黏到兩次的。那這支東西就即不要一次用完就丟了，因為你要拆兩次的嘛。那就是這樣了，那就在下面呢，其實就這樣了，拿出來了。所以呢就有少少膠黏住，但是就不難清洗的，撕下撕下就撕曬了。我們快去進去快鏡啊。還有呢，我通常呢就是沖完涼洗完頭之後呢，等它有少少淋淋地的時候拆呢，就最容易拆的。通常手指公就最難拆的，因為手指公最大塊，它黏又最平，它黏的範圍都比較實淨的。但是撕了出來看看，指甲其實就完全沒有損傷，因為它是膠來的，就不是好像膠甲那樣你要磨了一層皮，就是不是磨一層皮那麼誇張，磨了那個指甲面那樣。所以只要你拿到個底係撬一撬，咁就得到啦。咁通常咧，我整完之後咧，就會搽少少油啦。呢支都無印嘅啫嘛，咁就搽翻啲油上去。嗰啲 cuticle oil 嗱，咁啊系啦，搽完啲油咧，咁啊搞掂噶啦，系咪好方便咧？咁咧就啱晒我呢啲手殘嘅人啦，即系黐上去就搞掂啦。我上次見到呢個產品嘅時候咧，就喺韓國嘅，咁但系我咁啱啱咧就係、是、都唔係啱啱，其實幾個月前咧就開始喺香港嘅屈臣氏見到佢喎，咁係啦。$90一盒嘅，咁唔知買三盒就有得平咁樣嘅啦，咁都幾多花款嘅，咁有興趣就自己去睇下啦。咁我今日介紹係咁多先啦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